你干什么停下来啊？公子爷，不知干什么，这马死活不走。姑娘，你没事吧？ 太原王生，一天遇一美艳女子独自奔波，遂起爱慕之心，将她带回书宅，与之同居。一天，王生遇到一道士，道士见到他很是惊讶。 是喽，天空不作美呀、啊！哎，你说今儿晚上这寿宴可如何是好？说的是，小姐啊。 今天是史妃娘娘的寿辰，各家小姐啊，必定又是争艳斗丽的了。小姐，你的胭脂不加深一点，怎么能够艳压群芳啊？今天的主角是史妃娘娘，我只是陪衬而已。正所谓，君臣有别，长幼有序，你明白吗？嗯啊，明白了，谢谢小姐教诲。 怎么，我那只紫玉金钗呢？小姐啊，你还认得这个珠花吗？这朵珠花是史妃娘娘前几年所赠的。是啊，小姐啊，戴上这个珠花，史妃娘娘呢一定会想起不少往日的旧情，倍添亲切呢。那这不是比赠送奇珍异宝还有意思吗？小花童，小姐。 不同意紫嫣的看法吗？就用这朵珠花吧。好。小姐，老爷和夫人催您了。姑爷怎么还不来？不是已经叫人到书房去催了吗？小姐，姑爷她不在书房，可能到梅林那边的画斋作画去了。什么？都这个时候了。 还到梅林去，小姐，你要紫嫣亲自到梅林跑一趟吗？小姐，姑爷呢？啊，姑爷说她事情还没办完，所以来不及跟小姐一起入宫了。她想先请小姐和老爷夫人入宫，事后她再赶上来。唉，明知道今天是史妃娘娘的大日子，还大老远的去作画，分明就是跟我赌气。 呀，小姐，你就别生气了。姑爷啊，他一定是有事情耽误了，所以才这样的。况且姑爷做事一向谨慎，这次啊，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迟到的。小姐，你就放心吧。
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我看你还是先跟老爷夫人入宫啊。哎，对对对，早点去也好啊。走吧。哇，雨这么大，那你们要打好伞呐，小心小姐的裙子啊。来，小心。大人家向石牌将军祝寿来了，可有请柬？混账！我们家大人你都不认识，让开！原来是王大人啊，请。皇上驾到！皇上万岁！平身。哎呀，爱妃啊，今天是爱妃的大喜日子，不用跪了，快起来。谢皇上。小玄子。石妃娘娘，这一串迦南念珠是皇上特意从城外的南隐寺里边在一位高僧手里给您求来的，请石妃娘娘笑纳。谢皇上。朕知道爱妃一心向佛，所以说选择了这串念珠送给爱妃。哎，怎么好像不太喜欢吗？啊，当然喜欢，皇上厚爱，臣妾感激不尽。哎，父皇，今天天空不作美，没法放烟花了。哎呀，是啊，是有些可惜。微臣贺寿来迟。这是谁来的这么晚呢？臣王安旭拜见皇上史妃娘娘，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祝史妃娘娘寿比南山。哎呀，姗姗来迟。今天是史妃娘娘的寿辰，臣并非故意迟来，只是因为准备贺礼，所以现在来迟了，请皇上史妃娘娘恕罪。哦，那朕倒要看看你的贺礼是什么呀。臣的这份贺礼要在黑夜之中才能显露光芒，请皇上允许，先将殿里所有灯火熄灭。要把灯都熄了？皇上，我们就看看安旭他耍的什么把戏。那好，来人，把灯都熄了。谢皇上。这是干什么？对啊，啊，这是干什么？好灿烂的烟花啊，真是可以乱针呢。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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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花好的太，这么漂亮，好漂亮，真漂亮。哎呀，女儿，你看看。哎呀，真是太漂亮了！哎呀，好，娘，您又可以像往年一样欣赏到灿烂的烟花了。是啊，是啊。哎呀，我的好生旭啊，你是怎么画出如此光彩夺目的烟花图来的？回娘娘，微臣今早抬头看天，看到乌云密布，想必今夜必定有一番风雨。微臣素知娘娘喜欢烟花的灿烂，要是今夜未能大放烟火，煞是扫兴，所以微臣就以金粉银粉萤火虫及磷粉作为颜料，画出了这幅灿烂璀璨的烟火贺寿图，以假乱真。好，真正的烟花只有瞬间的灿烂，可是这幅画
却是永远的灿烂盛开，比真的更好啊。这幅灿烂璀璨的烟花贺寿图，就好比娘娘的风姿一样，永远盛放，永不熄灭。说得好，好，说得好，好。承运皇帝诏曰：因翰林学士王安旭画工出众，机可乱真，皇上与史妃娘娘大为赞赏，现特赏赐学士府第一座，赐名玉琼院。叫的，王府，哎，还不赶快把狗赶走啊！哎，好好好，走子嫣，嗯，把那竹帘拉开。嗯。这房间朝南，对着花园，清新雅致，鸟语花香，不正是写诗作画的好地方吗？小姐，你真会选。快叫人来收拾收拾，今天就把这儿给布置妥当了。相公回来，看见这么好个地方，一定开心极了。好，怎么样，你喜欢吗？为了张罗这书房啊，我可是费尽心神了。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个大宅里竟然有如此清幽雅致的地方。娘子，你真的很有眼光啊。有了这么别致的书斋，以后啊，你就再也不用大老远的跑到梅林去作画了。哎，那可不一样啊。梅林那边可以说是人间天堂啊，在那边画画别有一番滋味的。怎么，你不喜欢？你还说呢，为了张罗这房子，人家忙个不停，你却只会躲得远远的，说是作画，也不知道真的假的。难不成还有假的吗？那你想想看，那一幅灿烂璀璨的烟花贺寿图，不就是在梅林那边画成的吗？我知道，要不是那幅贺寿图，皇上和史妃娘娘怎么会把玉琼院赏赐给我们呢？你知道就好。相公，你的心底是瞒不过我，能够搬离我们陈家府地，再也不用看我爹娘的脸色，才是相公你的愿望吧。娘子，岳丈大人对我情深意重，安旭自当铭记在心，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建功立业，自立门户，有自己的家庭啊。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贤惠的娘子啊。姑爷，这是小姐让我给你准备的参茶。谢谢。那个荷叶端叶不知道放哪儿了，我替你去找一找。好。
哎，子言呢？嗯，你帮我把这些画扔了。把这些扔了？嗯。怪可惜的，多美的画啊！你喜欢吗？嗯。那送给你。真的，谢谢姑爷。姑爷，参茶凉了就不好喝了。谢谢。哎，小心烫嘴啊！怎么了？怎么了？你的手没事吧？哎呀呀，你没事吧？啊？没事，没事。你看，相公，瞧姑爷对紫嫣多着急呀。小姐，慢用，你下去吧。是。相公啊，这是杏汁炖雪蛤，你吃一点再睡吧。嗯。那。味道怎么样？嗯，甜淡适中，杏汁香浓。相公，喝杯茶吧。这茶可会淡了点？碧螺春的淡淡清香我是最喜欢的。娘子啊，你是最知道我的喜好了。我哪来的心思啊？这雪蛤跟茶都是紫嫣特地准备的。紫嫣这个丫头跟了我这些个时日，对于我跟相公的喜好是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机灵乖巧，实在难得啊。那就多多打赏喽。原来你也有这个打算。你没事吧？怎么今天晚上神不守舍的？没事啊，大概是搬家事情忙，弄得腰酸背疼的。真的这么累？让我来伺候你啊。纤腰细肩，风姿绰约，如玉雪肌，滑如凝脂。哭乱叫的，我去看看啊。大家早。哎哎，大妈早。紫嫣姑娘，你今天也这么早起来啊？昨天你也跟小姐忙了一整天，不多睡会儿？不了，功名不上懒人头嘛。哇，紫嫣姑娘人又长得好，口齿又伶俐，真乖巧，实在是个好媳妇的材料啊。林大妈，你别笑话我了，我呀终身不嫁，要伺候小姐一生一世的。哦，哈哈，你是大红人啊，听说呢好像姑爷也送了一幅画给你啊。哎呀，紫嫣姑娘这么漂亮，你这样下嫁的话呢，恐怕像姑爷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你哦。林大妈，别胡说八道，姑爷自是一表人才，紫嫣自知卑微，不敢有非分之想。哎呀，你没有这样想啊，但如果姑爷要真的娶你为妾的话，那又另当别论了。哎呀，林大妈，简直是胡说八道，不跟你说了。哎。
看我的头发，再也不像以前那么乌黑发亮了。哎，我应该是老了。怎么会啊，小姐？你呀，正是芳华正茂，依然秀发如云呢。只要在洗头发的时候，紫嫣给你多加一点花油，那必然会是风范毕露的。紫嫣，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就属你最机灵乖巧。府里头大大小小的丫鬟呢，我最疼的也就是你，而且我最喜欢你替我梳的发髻了。紫嫣啊，愿意一生一世替小姐梳头。怎么，你以为没了你，我就会削发出家为尼吗？紫嫣不敢，只是紫嫣无依无靠，跟随小姐多年，别怪我高攀，小姐在我心里就跟亲姐姐一般，别说是为小姐梳髻了，就算为小姐去死，紫嫣都愿意。这样吧，难得我跟姑爷都这么喜欢你，干脆就把你许配给姑爷，名正言顺的做我的好姐妹。紫嫣愿一生一世伺候小姐，无怨无悔，从不敢做非分之想。来，我只是说笑而已，别这么紧张。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分寸的丫头，我今天穿这一身衣裳，还是配那只古玉簪吧。小姐真细心。哎，玉簪跑哪儿去了？玉簪不见了吗？那可是我娘送我的嫁妆啊。奇怪啊。来人呐，来人。小姐，你们看见小姐的古玉簪了吗？古玉簪啊？我们底下人怎么敢乱拿东西呢？小姐，要不要报官？不用了，这肯定是家贼所为。既然没有人肯站出来，也许是有他的苦衷。这样吧，我就以一天的时间为限，明天只要那个古玉簪能够出现，我就不再追究。小姐，今天的桂花糕挺不错的，吃一点吧啊。小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老是觉得胸口闷闷的，嘴巴里一点味道都没有。啊，要不我叫他们拿杯参茶给你啊？不用了，你去拿点蜜饯来吧。哎，哎，不对呀，蜜饯前两天已经用完了。哎，要不我现在马上去买。哎，那就算了，那些蜜饯不一样的，我只喜欢吃江苏老店那家的。那个一来一回起码得三天呢。哎，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呢我给过紫嫣一些蜜饯，她那儿啊应该还会有剩下的，你去跟她拿吧。怎么还不去？你忘了你今天早上叫紫嫣去买胭脂了。是啊，现在啊，谁可以让我吃到那些江苏蜜饯，可就是我的大恩人了。哇，死丫头，这间房可真够好的。好漂亮啊。这不是小姐的玉簪吗？哼，自己找死。哼，小姐，我没有偷玉簪，你一定要相信我。
如果这个簪子不是你拿的，为什么会在你房里呢？啊？是有人要陷害于我。什么？你这是说是我陷害你的喽？你一直嫉妒我德小姐和姑爷的宠爱。小姐啊，你听到了，我林大妈做事一向顶天立地，我怎么会做这种肮脏的事呢？你够了，子爷，你做错事情还想抵赖？小姐，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这些年来，我做事一向循规蹈矩，忠心耿耿，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的人格呢？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如今人赃俱获，你要我这个当家做主的，能够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吗？子嫣，念在你我多年的情分上，只要你肯认错悔改，我就原谅你。小姐，我没有偷玉簪，我没有做错，怎么认错啊？小姐，姑爷，小姐不肯相信我，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那你真的没有偷玉簪吗？姑爷，紫嫣伺候姑爷也不少日子了，紫嫣不是一个贪婪的丫头，这点姑爷再清楚不过了。就算我真的贪得无厌，也不至于要偷去小姐的古玉簪啊！姑爷，紫嫣就算死也不能被平白冤枉啊！姑爷，你饱读诗书，你一定要替紫嫣做主啊！好好。哎，这下可难为我了。敷衍了事，叫我以后怎么带其他的下人？可是严惩大戒，我又怕人家说我冷漠无情。相公，你才是一家之主，这事你看着办吧。这样吧，如今是人赃并获，你无法狡辩了，只是念着你服侍小姐这么多年，明天早上你就走吧，这件事情我们不再追究了。姑爷，连你也要赶我走？阿年，去账房拿10两银子给紫嫣。姑爷，姑爷，我没有偷。哎呀，放手吧，我没有偷啊，就别走了。姑爷，我没有偷，我真的没有偷啊。姑爷，这么早就醒了，怎么不多睡会儿啊？一整晚都睡不好。是不是不舒服啊？没有，只是头有点沉。相公，你也该起床了，我替你梳洗更衣吧。好。怎么还没人打水来？紫嫣呢？紫嫣！紫嫣一早已经被赶走了，你不记得了？你怎么了？没事吧？没有。快来人呐！发生什么事了？哎呀，为什么吵吵闹闹的？哎呀，姑爷小姐，什么事？就是昨晚投井自杀了。娘子，哎呀，小姐怎么了？啊！娘子，快点叫大夫！快点叫大夫！快叫大夫啊！不要这样了，人都已经死了，你再哭也没有用的，啊！我不想这样，我真的不想这样的。好了，我只想让他知难而退嘛，他离开不就没事了吗？为什么？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紫嫣，我知道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
我明明知道你性格刚烈倔强，我还把你撵走。我知道你这么做，你分明就是要让我后悔一辈子，对不对？我是坏，我是坏，我是坏，是我是我，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要这样，这件事情是意外，这不关你的事啊。我说给你听，如果你这样的话，就中了紫嫣的下怀了。你冷静点，你听我讲。如果紫嫣一心寻死，他干嘛不偷偷的死，或者回家去死？他一定要在我们家投井而死。他分明就是想让你于心不安嘛，你还不明白？急事儿啊！别说了，还是去巷尾吧。是啊是啊。哎，小姐早。大清早的，你们提着水桶上哪儿去啊？哦，我们去巷尾的水井打水去。我们家井里没水吗？有，但是……什么事情？快说啊！小姐，你有所不知，紫嫣的冤魂不散啊。胡说八道！我们没有说谎啊！自从那次紫嫣投井自尽之后，水井便频频发生怪事。我每次放水桶子下去，便再也不能拉上来了呀。就是把水给打上来，也能看到女人的长头发跟指甲。对对对对对，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做事情一向光明磊落，我才不怕什么冤魂野鬼。鬼话连篇，我才不信呢。走，跟我去水井那儿看看究竟去。啊，你去，你去，还不快走！是是。你去啊！你来，打水。啊，我去啊！我得你。你们怕鬼，我才不怕呢。哎，小姐，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吧？有什么呀？还不就是几个青蛙在那儿乱蹦乱跳的，什么恶鬼索命、冤鬼追魂的。喏，水井不是在这儿好好的吗？以后啊，不许再鬼话连篇了，听到没有？哦，是。还不快去干活？是。却变成李清照的。
有鬼！这屋子里有鬼！有鬼！他有鬼！有鬼！有鬼！啊！有鬼！不会吧，小姐，小姐，只有这一张啊！你看看。写了，哎，小姐，吵吵吵，整天就只会吵，快给我拿走！哦，好好好，快点拿走啊！真是蠢呢，真是。没事了，没事了，小姐啊，现在的水不烫了，我帮你洗脚啊。没事吧？有血，有血啊！哪里有血啊？你怎么有血给我洗啊？李佩呢？没有啊。小姐，你没事吧？没事，我没事。哎呀！小姐，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了？我的脸，我的脸，不见了，不见了！没有啊，还在，没事的，没事啊。哎，快点叫大夫！哎，好好好。没事的，快点呐，赶快把这井封了。哎呀，干嘛把这个井封了？啊，姑爷啊，快啊！最近这里发生太多怪事了，也可能是紫嫣姑娘的阴魂不散，小姐就让我们封了这口井，来封住她的冤魂。你不舒服就赶紧回房吧，这里的风很大的啊。好了没有？啊，好了没有？姑爷，小姐，井已经封好了。行了行了，走吧。什么？井已经封好了，你放心吧。我听说表妹前段时间身体有些不适，不知现在可好？她现在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她大清早就跟岳母大人去西山寺还神去了。如果你是专程来看她呢，你就扑了个空。啊，我这趟来是专程来找表妹夫你的。找我？不知有什么可以帮得上你的？啊，上一次在皇宫里看到你那绝妙画技，在下实在是佩服。见笑见笑。表妹夫，你就不要过谦了，我这趟来是向你求画来的。原本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这阵子翰林院那边再加上公务繁忙，皇上要在下赶编前朝的史书，我怕耽误史兄你的时间呢。嗨，安旭兄，你就不要惜墨如金了，再说了，我这张画也不太急赶。那不知史兄你要画什么呢？这一趟我出使西域归来，带回的奇珍异宝之中有一纸张，那是世间难求。这么宝贝，什么纸张啊？你见到之后一定会爱不释手。世间最好用的纸都不外天山羚羊的羊皮，出生小牛的牛皮，甚至是洒金箔的宣纸啊。我都已经用过了，又有什么纸还会令我爱不释手呢？雪白无瑕，通透玲珑，果然是一张上等的纸张。不过都一样啊。
这张纸最独特之处，不是用肉眼所能看出来的，而是要用手去感觉，才能感觉得到。徐兄，你摸一下。这张纸好像女人的皮肤，幼嫩细滑，如凝脂，如白玉。这张纸什么纸啊？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而是一张人皮。人皮。